早上时间咧8:08啊，系啊，冇错，早晨，早晨，哇，睇唔到你哋喎，匿埋咗啊，点解？梗系啦，我哋系蛇嚟噶嘛，有啲暗嘅地方透露呢个形象啊，做咩？谂避你啊嘛，我又离开咗呢个，点解睇唔到啊？真系系咩？系因为佢坐咗呢耐，我咪要坐呢啲啦。四目不能交头，我系话叫做蒙住眼啊，仲未瞓得醒之际咧，8:02快啲醒啦，系。你講你係嘛？早晨，各位都係啊嘛。唔該曬你先啊。真係。每次你企喺我身邊，我兩腳雙手變軟，更發覺體温有轉變，求開開風扇。簡直咧唔係崇基崇德，係叫崇拜啊！點解會崇拜呢？冇返啊天啊，你啲票數咧都有翻唔上啊，啲指數啊真係冇得傾啊呢啲嘢真係。唉，恭喜你。真係。赤道北邊可發現火山耀眼，高掛在面前，遠遠遠你像朗日的照面，使我劇變瘋瘋癲癲，心中裸裸亂，如同行星兜兜轉轉，所以持住你，圍住你，我朝大圈，你在我身边，我两脚双手变软，更发觉体温有转变，头开开风扇，你散发出一种光线，迷人沉醉的温暖，风中之心相恋，我喜过百样事，没有变。再摇头，对住秋天的约会。好趁夏季，相爱并奉陪，热会炽热的心早已回，因我共醉，如冰水一杯，心中裸裸乱，如同行星兜兜转转，从未厌，缠住你，围住你，我似乎拉远，每次你喺我身边，我能够双手牵软。体温有转变，求开开风扇，散发出一种光线，迷人沉醉的温暖，我心与心相恋，我的广大任事没有变。最新的交通消息啊，将系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都会有几阵嘅零散骤雨，最高温咧约为30度，吹系和缓东南风。至于我哋嘅交通消息咧就未有，咁啊天气报告都有简单嘅咧，今日非常好天啊，简直系蓝天与白云，可惜放咗古巨基。心中裸裸乱，如同行星兜兜转转，从未厌，从未厌，缠住你，缠住你，围住你，我似乎拉圈。你企喺我身边，我两脚双手变软，更发觉体温有转变，求开开风扇，你散发出一种光线，迷人沉醉的温暖，我心与心相恋，我的火花更闪，没有变。你企喺我身边，我两脚双手变软，更发觉体温有转变，求开开风扇。我覺得都挺好的，事關新秀比賽舉行的時間，他們兩個有些新歌派出來，可以來派一些定心丸給參賽者安樂，就可以去參加比賽了。唱歌是張崇基和張崇德，記不記得他的歌名？開開風扇。是的。天分有听空一片，藏着了风雨，藏着你我美梦幻想，一路往似偏远吻合，踏越了弯角，前面会有你我方向。整啲嘢咧，我哋今日做咧，由呢个时间开始打落去咧，都系播类似咁嘅类型嘅歌，咁系啲阳光大减价作品啊，继续咧阳光拍卖啊。我与爱侣雨后期待艳阳，望留下余香，我这世界要跟你去分享，我也有过半天迷惘，对我过去半分钟的摧残，爱过渴望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有天窗，请将真心扮相放在我
的错过，总不懂得恋爱。夜还是年轻，放眼看看这星雨的天空，爱意到了半天笑着，悄悄褪去半天寂寞渺茫。爱过痛过，再次换来开朗，我的心里，你心里。仲有 Animosa 咧就將佢出現咧喺咧就某個地方，今日咁仍然咧都係未公布啊，暫時。咁暫時睇嗰個記錄咧，表上面咧可以見到啊，我哋急火令咧第一日可以有 7.97 秒，第二日就係 8.001。世界已換了季節吧，遠看處處鋪滿了鮮花，再試下你有情人可相愛。三同埋星期四咧，开咪做节目嘅时间咧，啲同事咧会特别静啲嘅，剩翻啲周汉咧到齐咧，大家就喺咪周汉咧知系其中一个。嗱，简单讲翻，边本周汉老细啲，里面名讲咩好啊？精彩已经系嘛？咁啊，就咧将会发生啲咩事啊？知你今日介绍乜嘢咧？会又会出现我嘅发文啦，就系、是、叫做呢个热力接拍着棒吧，听下你就明啦。呢度系招之方，招系软硬金招嘅招。知是主角阿芝的知，方是地方的方。现在阿芝正想打电话给个 friend 跟他煲电话粥。喂喂，不够找 Ham Killing 啊？我是。喂，我是阿芝啊。我知道哪人一拿电话连位都不位，就真的喂喂的。怎么咁有空打电话你？喂，你系咪瞓紧觉噶？把声好似咁唔精神咁嘅。如果系唔阻你咯？唔系，做紧功课啫嘛。唉，闷到死。你得唔得闲噶？得烂啊！咁难打电话嚟，梗系有啲嘢答俾我听。系啊系啊，你又知嘅？切，八卦婆，快啲讲啦，等我精神啲啊！你仲记唔记得喺 Peter 个 party 度？我咪同你一齐识咗一个叫光仔嘅人嘅，记得光仔啊嘛，佢几 Q 啊？几 Q？ 你死啦！咩啊？你以前系咪同光仔行过噶？哦，上次同佢行，佢喺两家逼亲啊嘛。路有鬼鬼，人有少少，讲啲嘢你听啊。不过你唔好转笔，我惊你支笔会跌啊。吓，咁大镬！你以前有冇同佢？冇。乜都冇，你又知道我问你有冇同佢打麻雀啊？冇，都系冇。唉，咁就好彩啦。你知唔知佢患咗麻雀恐惧症啊？你讲咩啊？咩啊？劲嘢嚟噶，不如等我由头到尾讲一次俾你听咯。唔好咁啦。Sorry 啊，我系咪搞到你好 blue 咧？咁啊，我而家冇事噶啦。癫嘅。咁又係同佢又唔好熟啫。係呢，喂，佢咪住喺白田嘅，上咗幾排有班好霸道嘅人攞咗個士多幫嚟開著局，開足15台呀、啊。嘩，塞唔塞得落呀、啊、就係、是、塞得落，不過好逼嗰隻囉。但係啲人爛到冇辦法啦，後來嘈得滯咪俾人督爆囉。呢15台足足60個人，有男有女，俾人拉曬返差館告佢哋罪賭。咁光光仔咩事呀、啊？光仔咪其中一个咯，而家被人拉咗，咪患咗什么麻雀恐惧症咯。睇嚟佢以后都唔敢再打牌噶啦，抵死啊！攞嚟衰嘅。系咧，我都系咁话。喂喂喂，唔同你讲啊，我打翻你，要喂喂不摆。呢件事又系真人真事系嘛？讲讲下又要收线，系咪啊？今次阿芝金句，打麻雀小心要留神，俾人报串。你发提坛，请小心车门 ，Please stand clear of the door。每次都系咁乱噶，真系，依家同个地铁有关咧，真系，即系呢啲真系好奇嘅，耐人寻味一个字。不过更加耐人寻味嘅就头先里面咧，就系、是、有句对话就系咁样，佢话光仔，跟住个女仔咪答佢嘅，光仔几 Q 啊咁啊，所以个女仔答翻几 Q 咁样。
啦，时间系早上嘅8:24，咁咧准备可以打电话嚟1872903嘅时间咧，就喺中有游戏玩嘅，就估下咧郭富城一唱歌唱边句就系咁样。跟到佢一齐唱咧，当然有精美嘅奖品啦。另外咧就阿里姆神已经到咗某个地方，咁已经打电话嚟啦，我哋引佢倾下偈。好，广告之后翻嚟咧。好。讲关于早餐嘅事件咧，请留意咧电台嘅公布啊，准备好咧，阿里姆神已经喺电话里面啊，朝朝8:26。嗱，感觉到咧两位同事咧。暂时都未发过任何嘅声啊，因为咧咪紧嘅手汗啊，实在太劲啦，系嘛？我唔知道阿 Mosa 去咗边喎，系嘛？系啊，等阵你啱答我先。啱开始好嘢嘅真系啊，真系好。朝朝远眼今朝，朝朝远眼今朝。阿 Mosa 早晨，系点啊？喺边啊？今朝？今朝喺九龙。九龙边度？个西区。西区即系边度？西区咧，你知丽桥喺边度啊？丽桥系嘛？系啊。丽桥是塞车嘅地方啊。系啦。丽桥位啊。系啦，嗰个位咧。但系你都未答到佢丽桥西区系边？即系唔知啊。收水埗个头啊？收水埗个头啊？冇理由啊！我真系觉得你一直跟住地铁啊！我觉得你咧跟住个地铁站走，永远都系。咁知冇地铁啊？咁知我飞机飞过嚟噶？系咪？大角咀冇地铁嘛？我就系牛头角啫嘛，另外嗰度。咁其实今朝早点解你拣呢个大角咀嘅地方咧？咁大概仔未嚟過啊嘛，同埋呢度聽講好多嘢食㗎喎。咁我就嚟哇，我想問呢邊個地區冇咩嘢食㗎？哇，唔好講先大佬，成日車兜嘢都飛埋嚟。真係呀？真真㗎。小心啲喎。啱我一企咗一個呢一個老左街上街角上街同埋亞華街交界呢。咁係交通黑點嚟㗎。好多高嘅人呢都要領嘢㗎，小心啲喎。你老闆我知話嚟到真係片住咁樣，起碼40米片呢個彎入咗去佢。而家咧開始喺個大角咀徘徊啊！咁有咩得著先？有冇 tips 先 ？tips 啦，有咩好嘢辣咧？你嗰度？我又見到好多酒樓呢度，酒樓啊，嗯，啊呢頭嗰啲公公婆婆中意飲下茶，得翻兩杯啊咁樣啦，或者係廠房多嘅關係啊，廠房喺另外一邊。在麗橋另外一邊以外多啲就係、是、哦，咁而家仲再婆婆婆啊嘛嗰邊噶，哦好啊，呢度係因為高人黑點啊，哦高人黑嘛，咁我走啊大佬真係，喂但係大角咀咧，如果上辦公室咧比較困難啲喎。点解呢？环境复杂啲啊嘛，即系起码喺厂房里面你先揾到呢个办公室嘅少女啊、美男啊等等。哦，揾到出嚟噶啦，嗰啲冇问题。我觉得唔惊啊，你冇手永远都吸引到一啲女朋友嘅朋友。你琴日又系咁样咧，全部女仔好疯狂。一到未有試過男仔打嚟咧，話我想阿 Mo Sir 整早餐，唯有我覺得一日知佢送咧就有機會。澳門嘅喎，係嘛？係啊，唔知點解。俾人當識我死。同埋咧，以我所知咧，依一頭咧嗰啲工廠區咧，大部分都已經變咗係呢一個 office 嘅啦。因為廠房搬遷。係啦，冇錯啦。個皮費問題啊，嗰時有好多 office 喺依一頭啊。全部在那些工業大廈裏面。好，咁咪今朝都諗住買咩木瓜又係。係，今朝我就喺度發掘緊啦，繼續。係嘛？今朝我諗木瓜唔好啊，送我一次，快啲試試佢先啦。係嘛？睇下有啲咩金魚啊，嗰啲之類嗰啲咁樣。OK， 咁我號碼咧1872903，唔該曬 Animosa 先啦。好啦，喺大角咀嘅朋友咧，而家可以打電話嚟咧，就準備登記咧，就攞呢個早餐嘅。冇錯，地點咧就係叫做大角咀。或者动埋一啲大个嘴都得嘅，以下都可能系大个嘴。早上嘅时间咧系8:32啦，咁啊点解讲咁迟咧？仲未出现咧就呢个游戏咧系啊啱建模一翻嚟嘅，即刻将个游戏准备好咗俾大家同埋大家一齐玩，拣好今日嘅时机，觉得好啊。哦，系就系咁样。亮神激人啊！亮神激人，准备好啦，嚟啦！寻找剑雄啊，好啊，咁啊准备好咧，咁啊听下电话里面有冇叫咩名先？朝朝软硬金朝，喂喂，朝朝，系朝朝，系你叫咩名 ？Eva，Eva 系咪？系啊 ，Eva 准备好未先？准备好啦，准备好啊，咁啊唔使讲咁好呢度冇噶，咁啊准备嚟咯，我哋听咧以下呢几首歌好冇？好啦，咁啊今日咧唱歌几多朋友咧，分别咧就有呢、這个唔系陆公卫，听到公卫军啊叫做，睇下佢嘅公卫军，咁啊唔系第一个添啊，讲晒出嚟嘅，郭富城啦、朱晓华啦、黎智恩啦，同埋呢个张玉琪女士嘅，就系、是、咁样嘅，系分别都系女士嚟嘅，嚟咯，系听住啊，知唔知啊？系啊，你叫咩名话？依法，依你招，高个天气升，夏热又确，总有最真感觉。高却高啦，永远热神，凉透心，头日永远晴，高却高啦。仲有一句应该，我估系啊。永远系高却高啦。好，想问下边个 call 机响嗰度先喺度？好啊。
咁啊，但系听唔到傅成女，你听唔到咩？听唔到咩？佢就听到啊，伊爸，伊爸，系，你听唔听到啊？听到啦，系咪？哦，可能你听到个错啦，我哋都听唔到嘅，全部。系啊，咁点啊？诶，系咪唱啦？诶，可以，可以噶啦。伴奏噶？伴奏，可以嘅，一、二、三。唔好拍子唔得啦。O K， 一、二、三，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唱啦，唔使嘈啦。好啊 ，sorry。炎夏月又曲，总有最真感觉。好嘢，果然搞掂，完全读到晒出嚟啊！几好啊 ，Eva。梗系啦。你而家喺边度嚟噶？喺老仔咯。喺老尾啊？唔系话即刻翻嚟。煲紧汤啊！啊，煲紧汤啊！煲汤啊！系啊。今日咩汤先？今日啊，猪肝啦。猪肝唔得，我想有新味捞嘅。有啊。先，好，我即刻翻嚟啊！唔该晒。咩 poster 送你嚟嗰个 poster 咯。哦，小心间条嗰啲人一定有啊！拜拜。身处大角咀嘅同事咧，准备去打电话嚟18729030关，阿啲 poster 将会送个早餐去你度嘅。时间8:36，新光酒楼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报告。咁我哋嘅今日天气预测中系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零散骤雨，最高气温呢约系30度，出嘅系黄昏嘅东南风。而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是27度，至于相对嘅湿度咧系92%啊。8:40啊！大令茫然迷茫的心，再一次犹如重获新生，从不知爱是这样兴奋。系咪苏永康上身张伟健呢？张伟健嘅新歌叫做《倾心倾意倾神》。今日早啦，呢冇成日将佢送早餐嘅地点咧，就系叫做大角咀，冇错就是、大角咀。咁大角咀其实有冇 office 咧？讲真，有嘅，因为如果以阿啲冇成日嗰啲探索消息嚟讲咧，佢就话啲工厂大厦好多都已经改咯，变晒啦，厂房搬咗上内陆之后咧，成为办公室圣地嘅。咁啊喺办公室咧，可能咧迟翻咧就暂时咧就未有生意住啊。哎呀，唔系话快啲咯喎。今日咧，阿 Emo Sir 咧，大概上咗又陪會啊，流離浪蕩，流離浪蕩嘅，大家留意一陣，佢就喺企一個位置，叫做咧交通黑點嘅高速飛嘅位置。覺得佢繼續企喺嗰度咧，隨時咧就係可能咧今日翻唔到嚟。係啊，我聽我哋啱啱交通消息咧，係交通消息，交通消息會聽到佢一啲消息係關於佢嘅啦。好，離開呢個交通消息咧，上呢個14分鐘嘅時間。首先前剩翻啦13分鐘多啦，趕住翻工啦。係，留意，首先講講新界區有咩事先。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丁九橋附近，因為交通意外 traffic accident， 呢個唔係大角咀啊，係丁九橋。屯門公路出九龍要小心啊！龍尾大概喺邊度啊？去到掃管北咗緊咧。而家都清理好噶啦，唔使驚啊！咁啊，等緊水，掃管北都要等一等先，出嚟。第二個九龍區方面咧，龍翔道要去觀塘方向啊，喺呢個天馬苑附近有修路工程，唔影響個關係咧。龍尾到澤安村，龍翔道去荃灣咧做乜嘢啊？烏德路道去公主道方向九龍塘呢段啊，仲有呢個長洲環道近工廠區一帶咧，較為繁忙慢車。另外葵涌貨櫃碼頭路啊，仲有葵涌道出九龍、荃灣出九龍啊、荃灣新路啲都係呢個繁忙樣嘅，特別喺呢葵涌貨櫃碼頭路一帶啊，呀麻煩啦，都係零舍繁忙啲啲。至於海底隧道方面咧，公主道去海底隧道方向暫時。龙尾到油站附近三线过海仍然多车，暂时路面就系咁样样嘅啫。好啊，嚟紧呢个九点正咧，上呢个11分鐘嘅时间，阿芝，咁啊第二段咧，究竟同大家讲啲咩嘢噶？第二段你一听下就会知道噶啦。你要解释下先啦，今日大哥。都照顾人嘅，第一嚟上你真系点样啊？我都想你听清楚我嘅节目噶嘛。吓，系啊，会听清楚，但系你要知道佢就开引号先得噶嘛。唔知啊，真系唔知讲咩嚟。点解会话俾你听嘅？哦，原来系咁样噶，我听啫啦，呢个录音牌嚟。
飛天出場喎、啊。係啊，但係咧就唔係 Animosa， 就係咧就打電話嚟嗰啲朋友啊。係啊，係，終於咧，係咪就打電話嚟啦？好似陰功咁啊！真係，好似陰功咁講。我哋揀呢個比較就好啲啊，質素高。嗱，你估係咪女兒講啊？今日咁樣問我，我都係，你都係係嘛？我嚟聽下電話啦。招招招，圓眼金招，喂，早晨，早晨，阿老你叫咩名？我叫阿 Wing 啊 ，Wing 係嘛？係啊，定女先？我梗係女啦，你啊，我知你肯定係男啊。真係識講笑啦 ，Wing。大家咁話啦。喂，咁阿 Wing 你喺邊度打電話嚟先？我依家喺大角咀喎。大角咀嘅邊值得咧？大角咀可唔可以嚟講到先？未啫，佢真係講街先。洋蟲街啦、啊！洋蟲街啊，系啊，系廠地方嚟嘅，系啊，工廠大廈咁，你係咪辦公室嚟嘅先？咩話？有冇 office 先？梗係有啦，你有冇 office 先？我而家呢度唔係 office 啊，呢度係我哋直播室啊嘛。喂，咁你哋公司做咩多呢？做鋼材嗰啲嘢咯。鋼材嘅，係啊。咁廠房啊，做開工嘅地方，咪仲喺香港呢度 bling bling 仲做緊嘅。就喺我哋隔離嘅咋。哦，即仍然絕無僅有啊！但係你都係負責。咩部门啊？我啊，哎呀，我呢啲咪低微嘅角色，我呢啲唔好提啊！唔好咁讲，千祈唔好咁讲。做人嘅嘢最紧要咧，认为自己有存在价值就得噶啦。有冇贡献先？今朝暂时未有、啊。哎呀，咁啊，生啲粮啫。啱啱先翻工啫喎。老细未翻啊嘛？老细翻咗嚟啦，我而家执执货噶咋。哎呀，唔惊噶嘛，系咪啦？唔惊。阿 wing 啊，阿 wing，、啊、你记住啊，今日做咧就念念嗰个急口令喎。系、哎、啊。哎呀，你等我先。哎呀！哎呀！你等先，急口令啊！系啊！急口令，点样急口令啊？你急口令，嚟你好简单就阿 Nemo 上到嚟嘅时间咧，将会咧就系即系俾个早餐俾你啦。咁然之后咧就有急口令俾你念嘅，就快念一个个时间咧快嘅话咧，将会得到我哋今日礼拜咧送出嘅呢个叫做就飞行支票啊！系啊系啊，飞毡啊，去到好远啊，飞到边噶？暂时未知，一系就远就澳门啦，近就都唔知啊。系啊，得奖嗰个系男定女啦，主要都系去行动啊嘛。咁叫男定女噶？冇所谓，你有冇大假放先？啊，你飞到边度放嘅先得噶？多謝一年半載，冇所謂嘅，冇所謂過嚟兩個禮拜咁啦，冇所謂，冇所謂。好啦，喂，咁啊，就你 Animosa 咧，仲會送上到 office 好嘛？好啊，好啊，你唔好走啊，知唔知啊 ？OK， 準備喎，餓定嘅肚咧，食定嘅嘢攞喎。好啦，好，係咁啊，拜拜，阿 wing， 拜拜，拜拜，阿 wing， 嚇，阿 wing 啊，係啊 ，hello， 唔係阿 wing 啊，阿芝啊，阿芝係嘛，阿芝 hello， 拜拜。早晨啊，早晨，嚇，早晨，早晨，朝朝，遠眼今朝 ，OK， 拜拜。早上嘅九点正，朝朝九点零四分，快通电子词典咧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中系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会有几阵嘅零散骤雨，最高嘅气温约为30度，出嘅和缓东南风。而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系27度，至于相对嘅湿度系92%。先请呢位同事出嚟先，招招，圆眼金招，喂，招招，招招，系你叫咩名啊 ？Simon 啊 ，Simon 系嘛，系啊，难得我竟然有男仔打嚟咯，真系奇啊真系，因为请个同事出嚟，我哋一班人一齐工作啊，喂，系啊，知道，咁呢位同事叫 Simon 嘅，叶永伟先，得啦，叶永伟话请讲两句嚟听下。Talk 咖啡人啱 key， 好啊，咁啊，阿 Simon 啊，系，平时有冇唱卡拉 OK 咁样噶？屋企唱咯，屋企唱，咁你系即系咩音比较广啲嚟噶，啱你多啲啊？高低得嘅，系嘛？你最高去到几多啊？唔知道，系嘛？你咪示范嚟睇下，唱假声多，唱假声你试下假声啦。即系譬如黑勤女歌系咪假声多 ？B G S 嗰啲咧 ，Oh W K， 我哋咩系 Use My Mind 嗰啲啊？你整下假声嚟听下，睇下几高。下几高啊？低咧，低咧。One two three， 都唔系好低啫。反而高得唔低得啊？高得唔低得啊？系啊。咁点啊？低啊，低啊，低啲啊吓。One two three，one two two 咁啵。One two three two two 得唔得？得 ，OK。哇，咁大力嘅，好难张台啊！张张味先。得。嗱，有百佳咖啡四个宝箱，你拣边一个？佳宝箱。佳宝箱系嘛 ？OK， 咁好啦。咁你准备一阵咧会唱系高音定低音先？
听咩歌先？听咩歌先啊？嗰首歌又过得嚟咧，高低音都掂嘅，应该系嘛？准备好啦，嚟听听啦，《街宝箱》。街宝箱。系就系、是、呢个啦。哎，跟住你推错咗嘅你哋。推错咗。吓、啊？喂，佢讲嘅。咩、啊？唔系呢首咩？系呢首啊，预备啦，嗱嚟咯。嗱，先听咧就第一段，阿、啊、Simon 啊，啊 Simon 系系，好紧张，几多人出嚟围晒啲，咁样硬晒睇，硬晒睇，阿 Charlie 啊咁样。嗱、啊，你今次吴奇隆啊，梁山伯祝英台啊，啊准备未啊？几开心？掂晒都系，我认咗白领啦。咁净系包唱咧就呢个古典嘅啫，其他唔使唱啦。系高低音都要示范，准备未？好 ，Simon 预备。预备一二三开始，容许我再低啲，用这声点力，安静高啲，愿为你聆听，低翻，将共处数听，高低来倾听，我个家的你，好犀利，得，我哋高高低，高高低啊！低低高，哇！哎呀，大家，高低高低，啊，跟住真系高低高低，风里他茶，好嘢，这世上无限个梦，跟住有啲全部高低高低啦，嗱嗱嗱，过嚟过嚟过嚟，过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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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嘢，唱得非常之好啊 ，Simon 咁去做。阿 Simon， 我想问下你咧，吓系冇职业噶嗬？冇，喺屋企做埋咁嘅嘢，系嘛？哦，唔好意思啊，真系唔好黯然落嚟，你一捉起佢啲上心色嘅成个跪低咗，系一零年，咁叫冇得翻喺屋企就练呢啲嘢啫。阿 Simon 啊，好嘢，我走音都开始啦。我觉得你咧就系即系逆阴逆阳啊。系咁讲啊，系啊，逆光逆阳，逆邪逆正可以话系，系咪呢个咩歌啊？咩歌？修罗难，修罗难啫，好劲喎！吓？唔知啊？有冇电视剧因为俾人阿败嘅一男，即系嗰个咧两边声嗰个咧，我知道。咩嗰个咧？边个啊？即系教跳舞嗰个诶，跳舞噶，演艺跳舞嗰个诶，哦，边个？阿 Sweet Sweet 啊！邊個？係邊個嚟做先？佢聽下先，佢每一時都係。哎呀，打邊個咧？咁啊講，我知邊個啦。白頭髮好多噶嘛？係咪？你有啲咗？邊個？好戴眼鏡噶嘛？係啊係啊！而家有時白粒牙就會老花眼鏡。Simon 係邊個？知唔知啊？知啊，知啊。嗱，《真扎星》裏邊咧。你做佢嗰個老豆啊嘛，係啊，大隻講嘛，成日喺度講啊，大隻講咁樣名啊嗰個，嗱快啲啊，大佬，最後三輪傾一陣先啦 ，Simon 啊，係你要得到個獎品咧，我睇睇先，多謝唔該，獎品小姐，光仔都攤出嚟啦，攞啲獎品出嚟俾大家睇下先，冇錯，終於得到就係 Poker 咖啡送俾你嘅禮券啦。飲品禮券啦，同埋呢個餐廳嘅有$100嘅就係咁樣啦。當你抵得埋你自己太遲啦，就係撲嘅飲品啦，海寶啦，百佳咖啡餐廳禮券。但係咧，內海咧唱得太好啊，我覺得應該送多個係咪？送 double 啊，唔得。Simon 你想要咩？要咩？人彩你。唔好講少得嘅喎，真係。真係得嘅。如果你想要，得我係幾熟嘅。係咯。啊？唔係啦，怕咩啫？怕咩？男人之家。系你话你一个人闷就要啊呢啲相嗰啲嘢，揸住睇住咁啊有用啊，啊要啦，好啊，啊系，我喺周安度有角咯，出嚟咩啊？有用咩？啱你范围系咁啊，拜拜，好嘛？放纵。喂，点啊？头先嗰个咧，你话系刘咩名啊？叫刘坤明啊？哦，好嘢，喂，罗林啊，林啊，叫乜名啊？点考啊呢啲？你一勾烂自己嘅嘴唇嘅啫。罗林，边个系刘坤明咯？咁佢个艺人系刘坤明定系刘兆明啊？啫嘛你？哎呀，系刘兆明啊！边个嘴唇勾爆咗你啊？孤大仙嗰个系嘛？千来来回回是你，会正一听嚟咁。呢位醒目嘅参赛者嘅名字叫做梁志峰，等我哋一齐嚟听下佢 rock and roll 版嘅 V 老的歌仔，睇下佢 rock 成点。人人赞 V 老都最好，你 V 老都眼睛。
睛更加美丽，人人要爱护眼睛，直老的眼睛更明亮，增加双眼吸引力，知老多使眼睛更美丽，来一滴令你舒服又美丽又丽化。恭喜鲗鱼涌的梁志峰能够顺利地进入我们的候选名单，有没有冠军上呢？大家拭目以待啦。刚才提了一个笑话，就话头先卡拉OK唱我，好，九点二十五分，朝朝远行今朝，终于见到阿里摩萨个飞毡咧降落咗我哋个目的地啦。系啊，今日咧终于去到喺大角咀某个地方，喺个嘴唇边去到，咁啊听下电话先啦。预备，一、二、三、三，朝朝远行今朝，朝朝，朝朝，未到，搞错啊！哇，好型啊！真唔使，哦哦，真系佢啦。喂？喂？诶啊！小超，然后咁超，小超，哇，真系冇声啊喂！吓？啊喂，嘎，嗱就咁，依家咧我哋已经接落终点，朝朝远眼嘅朝，系啊，你冇得学，无非都系想训练，朝朝真系收，听唔到因为拉低自己个麦，朝朝远眼今朝，朝朝。今日赢眼啊 ！Elvin， 你今日赢眼啊？点解呢？吓，我支持你啊！哦，多谢你先。你叫咩名话？你叫？我叫阿 C。哦，记得啊。阿 C 啊，唔系 Wing 咩？头先我 Wing 嘅，我 Wing friend 嚟噶。不过系。哦，咦，咁啊，阿 C 咧出战呢个啊，口令啊，唔系出战咩？系啊。你话赢眼嘅今日。你啊嘛。哦，多谢你先啦。头先边个话劲啊？吓？头先话好劲啊？边个好劲啊？系啊，你听佢劲啲字，认认你真系衰。我讲啊。阿里摩萨讲嗰个，喂，阿里摩萨，你嗰边点啊？我嗰边就翻咗嚟啦。哦，我边系啊系啊，讲错，我边系啊系啊，好好人噶，系嘛？一日上嚟咧，笑开大细咁样噶，系，老细唔理你哋啦，你哋好快做嘢啊，咁样系系，几好啊，老细呢度咧就。好多女仔，老二哥呢度又系老二哥，老二哥，女心打我嚟，系你想讲女二哥定老二不先啊？咩两个嚟噶？又系女二哥，点解你硬系吸引啲女二哥？因为我都唔肯明点解啫。堂堂一尺嘅男子咧，零舍零异性咧，倾慕嘅，知唔知啊？阿 Musa 讲嘢好咸湿啊，系咪啊？例如咧，点咸湿法咧？系咧，阿师你讲嚟听下。唔好讲啦，呢度你重复一次，多人听到，我哋唔介意，我哋反而恨听啊，系啊，早上。介意啊嘛，冇介意啊，阿 Musa 咁样做餐好噶，真系啊！喂，阿 Musa 好 cheap 啊，买咁少早餐嚟，买乜嘢啊？买好啊，超迷你嘅有毒嘅月饼啊！唔系嘛，佢朝早同我哋倾翻好多早餐钱噶，好大条数喎，几廿人噶，第一包，而家你买几个月饼？咁咪？有啲咁嘅事，系啊，我讲下呢个永远都系。真系呢个呢个人唔同得呢个。系咁阿 Musa， 咁呢个厂房环境优唔优美先？呢个好好舒适噶，依家我哋喺度，因为咧系出边计厂房，系全部啲壮男喺出边搬嚟去啊，啲货车片嚟片去啊咁样。嗱呢一度咧就系一个好小型但系好舒服嘅 office 嚟。哦，即系以前系乱葬岗啊嘛，又系嗰啲啊，以前系乱葬岗嚟，呢度唔好搞乱咯，我觉得。见到台就见到屎咯，啊，同埋佢就佢，同埋，哎呀，哇，咩啊？做咩嘢喺度着？唔系阻住个老细啊！哎呀，真系，哎呀，喂，走出去佢发晦气喎。你有冇买多份俾老细食先？冇啦。啊，我觉得系呢个阿诗定阿诗话，阿诗啊，系嘛？系啊，即系阿诗喺电台啊。系啊，系真系。佢不如念急口令，我觉得今日应该。好啊，好啊，抽翻时间念急口令。好多嘢讲佢，即系我觉得。你等下先啦，好，即系可能而家喺度转，听到俾人啦。你系咪叫 Winnie 啊？唔系，我叫 Wing。阿 Wing 系你啊？人好嘅，啲长发姑娘嚟噶。哇，长发姑娘就啱啱短头发嘅，好威啊！头先嗰个，咁要你练啲，
有嘢，诶，佢个姿势有个好大嘅英国旗喺个胸口嚟。爱国啊嘛，系嘛，梗系啦，而家兴噶嘛。几鬼长啊，美音啊，因为九七冇得整起个胸口噶。哦，冇咁講，一樣可以咁做啫。喂，咁啊，阿榮啊，預備好啦喎，時間我哋個秒表已經拎咗出嚟啦，準備好未先？好緊張，得啦，開始個隨時。要清楚喎，榮最緊要。係啊，嗱，重複多一次咧，就星期一個秒數係7:97，咁星期二咧就係8:01，咁係差啲嘅。今日咧，若果你喺7:97之內咧，你都贏啦，真係。準備好未，阿榮？係。咁有味，美如你嗌自己嘅名，阿Wing嗰啲同事為你打氣先得㗎，好啦，係一企曬執翻啦，就全部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咁樣啊，好，阿Lee Musa，係，加油係加油，加油加油，阿Lee Musa，神風感受到咩啊？神風九死隊，九死，阿Lee Musa，係喺度，係你喺佢後面咧捧住佢，嗱，哇，嗱呢啲你真係嗱你教下佢，唔係啊，即係打氣啊，我支持佢啊。支持你啊！力捧啊！力捧啊！系啊！好捧你啊！系，预备啊！准备，预备，你边个嗌啊？你嗌咯！我嗌，唔好你嗌，你嗌。预备。啊！预备。啊！打住倾啫嘛，我打住倾，等等啊！哎呀，好预备，一、二。十块钱。小姐有个阿 l i m 蜘蛛送你咖啡奶茶，亲友有个黄包仔汁洋葱夹青瓜，芝士三十斤芝麻芝士叫做阿 l i m 蜘蛛洋葱夹青瓜，仲咖啡二奶茶，抽一字之后派人食到小下卡。哎呀，好犀利喎！又快，好快啊！七点几秒啊，叫我提醒。7:几秒系，但系仪器喺边度先啦？抄晒仪器先啦。抄晒几行？坏咗我仪器先啦。系啊，第二家我啦。啊，仪器喺度，仪器喺度，搵翻仪器出嚟先。头先咧 mark 咗一次啦，阿林生啊，系。阿林公子呢度，咦系，因为紧张啊，依家因为流晒冷汗啦，流晒咗鼻佬，真系好叻咁啊！咁啊，林先生咧，跑嚟跑去搵仪器啊，搵咗个仪器出嚟咧，仪器咁样坏咗，我做唔到第二次噶，光气机械人嗰啲啊，系咪啊？气团系静少少好唔好啊？你哋，阿Wing啊，因为头先咧，你开始时间个仪器咧就出现故障啦，呢个大奖应该系我噶啦，就系。不過就唔使嚟多次，因為我哋會估到嘅。好長嗰啲美音嗰啲女仔講嘢，係香港啦。嗱，聽住我正確分數啦，係好緊張啊，大家。係一秒啊，正確分數係7:96。啲啱啱好喎，啱啲贏咗喎，0.01秒咧，快啲啲嘅。喂喂，系恭喜你喎，想點唱啊？得，冇問題。嗱，如果點唱咧，我哋就換翻佢個飛尖旅遊票啊！唔係，嗱，如果暫時未知你得唔得到啊？呢個禮拜仲有兩個餐市啊嘛，係啊，咁唔使玩啊，我贏啊！如果系呢个马嘅级数嚟睇咧，你都系一个优质马嚟嘅，一系一班啊！你讲得好啱啊！胜券咧都几好啊！咦，几条？胜率分数系8:46。好啦，好啦，时改嘅呢啲嘢，啲机器嘢嚟我哋做啊，啲啫，气氛嚟嘅啫。你个机器成日出错唔掂咯，系啊，换咗佢啦，等我去啊！你唔好闹我喎！你一直搏紧，唔系机器，系啊，唔系机器，而家 send 咗啲粗口入去机行咗。佢呢一头咧对白嗰啲降压铁啊咁样咧，唔系好怪嗰电子仪器我谂。啲好嘈啊，又会嘈得好嘈啊！你哋冷静啲先。嗱，今日朝早咧，记住，重复一次，系正确分数系几多啊？系要有耐性啊，6秒。在隧道度行车，红绿灯。唔系 ，sorry， 系讲分数嗰个分数嗰个，系揿错掣，即系嗰个selective A 嚟噶嘛？系啦，selective B 啊，呢个叫做，系嚟得。正确分数系7:96。哎呀，记住咗喎，7:96啊！咁大嘅系，暂时咧礼拜三呢个阿思咧系最高啊，阿 Wing。是最高的恭喜曬喎。好嘢。OK, 嗱你千唔好收線，我一陣呢就有旅行社方面嘅代表同你聯絡㗎啦。好好好。好唔該曬阿 Lee Musa, 多謝阿 Wing 同埋阿 C, 成班女同事。點唱都唔得。好冇問題，拜拜。36分。
新光上又带俾你最新嘅天气报告。本港地区咧今日天气预测仲系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都会有咧零散骤雨嘅。最高气温咧约为30度，吹系和缓东南风。而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摄氏27度，至于相对湿度系92%。啊！你又講堅持係，啱咧真係咁。你想點先？好，就今朝早嗱，填詞啦，係填咩咧？你點啊？決定咗嗱，我睇咗一個咧，就係、是、豪宅漏水誘發抑鬱症啊，係嘛？古人立險地。劝服送盐，系啊，我都睇到呢个噶啦。呢个几惊啊！嗱，我觉得嗱，当你话去到仲有一村啊，系每尺通常几多钱噶？大概我唔知喎，2000蚊到啦。今日放我琴日买最新盘，我琴日买600蚊尺，好平嘅车位喎、啊，又豪景，豪景，佢又搵到800+豪景，系咯，半山面海，但有罗家英坐喺度，即系两个坐。几蚊尺咋？几蚊尺不停咁讲。买咗啲买三栋楼啊！咁嗱，今次咧买摆住个楼啦。其实系咩事咧？嗰件嗱来龙去脉就咁嘅，因为呢个富人咧，呢个女子啊，话说有个女子咧，因为生完 B B 咧，通常啲咩产后抑郁症咧，呢下成。我到而家都未搞到掂，之仔咧，仲竟然近排咧，哇，成日见到个屋顶咧，因为佢住啲复式咧，好正啊啲，好正喎，复式好正啊，住顶楼啦，漏水法，咁啊投诉咧又屡次不见效咁咧，唉，好阴公啦，成日同屋企老公啊、肾啊、嘈交啊，成日就你下佢啦，个大女又曳啊，咁搞到咧，嗰日又嗱嗰之仔咧就坐咗出窗外边咧，企图想。自殺哦，整你係嘛啫？啤翻嗰陣啊，咁搞到咧好大件事啊！滿城風雨咧，於是乎就一個題目叫做豪宅漏水誘發抑鬱症，咁咪講第二個好嘛？有冇第二個先？嗱，冇呢個幾好噶，呢個我覺得幾好噶，所以我覺得最好啦，係嘛？因為近排咧新聞咧都好啊嘛，都好埋，即係啊真係，因為唔係啊，因為近排啲新聞就都係接二連三咧，係慢慢去追到啊，係啊，接連三，就係著褲接住我哋連三着俾你，同埋接俾份工咧，即係一路諗住，譬如你話啊山泥啊水災咁，依然都未係咁啊嘛，嗯，仲有琴日一個混捏你唔知咧，混捏啊，唔知喎，聽聽啦。好啊好啊好啊，呢个帮我填啊咁样，等阵先啊。阿芝咯，但阿芝得零字。讲翻琴日啲嘢，我哋咧真系好科技啊，我就系啦，即系喺电脑，即系喺四个电台，你话啦，讲真，通过啊节目有一个电脑机械咧，叫做罗伯图先生，罗伯图先生啊，真系都话有咁之先进，肯花钱啊，我觉得，可以重资咯，可唔可以用啊，罗伯图先生？好嗱，我哋听下咧。琴日嘅歌先，琴日咧其實咁嘅有件事咧就係有啲嘢啊，唔好講啊啲嘢，我話你贏啦琴日，唔係話真係琴日你贏，咁奇怪，我唔喺度咩？我出出去寫咁樣，先得唔喺度啊？搞屎棍真係，我覺得有三票啊，搞四搞花邊新聞啊，搞到咧個屎都頂入口，你話仲要投你添，投歌到咧反而投你仲勁喎，係咪啊？係啊，係啊，但係咁我已經揾到一首歌代表你啦，知唔知啊？唔係話你係知啊，大家咁樣笑話光仔啊，用心照不宣，合情合理啊，阿呢吉地咧。嗱咁啊，琴日咧，其實有件事，有一朋友咧冇幫人揾碟啊，係，即係嗰啲度揾咗40個鐘頭，但係咧就冇人救佢，咁但係4個鐘頭之後先救翻佢出嚟，咁但係咧喺個過程當中，佢自己就覺得體化咗人生，即係咁啊，各方下屠刀，嗱幾成分啊，即係體化咗成件事先咁樣啊，咁我幾得意，咁啊講咗之後填咗啦，咁啊聽咧，琴日阿芝就代你填嘅，而家多謝阿芝先啊，多謝阿芝先，係，好，聽聽好唔好？好彩識嘈啊，你都聽聽啊，有時有啲嘢係你就你。唔系就唔系，冇人相识交叉劈哥哥，歌曲名字叫做《体化》，拍到脚跛，佢混捏生命危，科技出光辉，混40种花币，抄我抄唔到，看家阿伯冇嘢做，扫到咪，两药放三次，乜嘢都系咁，一切从零票开始。希望大家下次真的要投我啦，阿 Jen， 睇下点？好，跟住咧到我手啦，就系琴日填嗰首啦，听听落吓。大家好，我是国语类动物本一，今天早上为你唱一首歌。鲤鱼问苍天，彩花遇当天，是哥哥小事，我敢都发病。我放任感应，磕石头升天，看世事如烟，左前望大仙。
其實呢首歌就唔係國語版嘅，不過咧佢係即係國語女動物啦。佢冇辦法有廣東版都係。冇辦法廣東版就係咁兩首歌就係咁。咁我哋今日喂好少時間。係啊，講嚟吹吹啦。嗱就係講呢個豪宅漏水啊嘛。嗯。有事抑鬱抑鬱症。係啦。咁點會？婦女咧危坐槍邊嚟咁。咁咪冇事係嘛？冇事。冇錯。連翻嚟希望佢咧就解除呢個憂鬱症啦。因為管理處啲人上嚟道歉啊嘛。三次。對不起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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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系啊，即系十九分钟，大概四个字到啦。啊，你又讲边四边个啱咧？即系咁。你想点先？就系今朝早嗱，填词啦。系填咩咧？你点啊？决定咁啊？我睇咗一个咧，就系豪宅漏水，诱发抑郁症啊！古人立险地。劝服送院，系啊，我都睇到呢个，觉得呢个几惊啦。我觉得嗱，当你话去到住又一村啊，每尺通常几钱嚟噶？大概我唔知喎，2000蚊到啦。今日我琴日买最新盘，我琴日买六百蚊，六百蚊尺，连四个车位喎，有豪景，豪景，佢又一村，海景，系啊，背山面海，但有罗家英坐喺度，即系两个坐，百几蚊尺咋，几蚊尺不停咁讲，买咗先买深圳楼啊，咁嗱，今次咧买住个楼啦，其实系咩事咧嗰件，嗱来龙去脉就咁嘅，因为呢个富人咧，呢个女子啊，话说有个女子咧，因为生完 B B 咧，通常有啲咩产后抑郁症嘅，系啊系啊，依家成。屈咧，屈到而家都未搞到，掂之地咧，仲竟然近排咧，我成日见到个屋顶咧，因为佢住啲复式咧，好正嗰啲咧，复式好正喎，复式好正啊，住顶楼啦，漏水发嘅，咁投诉咧又屡次不见效咁咧，唉，好阴公啦，成日同屋企老公啊、新啊嘈交啊，成啊，你理下佢啦，个大女又曳啊，咁搞到咧骨咧又嗱交之际咧，就坐咗出窗外边咧，企图想。自殺喎，整嘢係嘛？唔係，啤翻個場啊！咁搞到咧好大件事喺滿城風雨咧，於是乎就一個題目叫做豪宅漏水誘惑抑鬱症。咁不如講第二個好嘛？有冇第二個先？唔係冇呢個幾好嘅。呢個我覺得幾好㗎。我所以覺得最好咯，係嘛？因為近排咧新聞咧都好揾啊嘛，都好唔係即係啊真係。因為唔係啊，因為近排啲新聞成日都係接二連三咧，咁慢慢去追到啊。係啊，接連三。就着褲，接褲連連衫，着起同埋接起來瞓覺。咁咧，即係一路楞住。譬如你話啊，山泥係水災，咁依然都未係咁啊嘛。嗯，仲有琴日一個混捏，你唔知咧。混捏啊，唔知喎。聽聽啊，嗰個。好啊，好啊，好啊。邊個幫我填啊？咁樣。等陣先啊。我知咯，但我知得零票啊。聽翻琴日啲嘢，我哋咧真係好科技啊！我真係，係啦，即係有電腦，即係香港四個電台，你話啦，講真 ，Togo 啊，節目有一個電腦機械人咧，叫做羅伯圖先生，羅伯圖先生啊，真係等我有咁即係先進，肯花錢啊，我覺得可以重資咯，太冇乜用喎，羅伯圖先生。好嗱，我哋聽下咧，琴日嘅歌先，琴日咧其實講嘅有件事咧就係邊嘢唔好讲啊呢啲，你赢啊琴日，唔系话，真系琴日你赢，咁奇怪，我唔喺度咩？我出咗去，你根本就专登唔喺度搞屎棍，真系我觉得。有三票啊，搞四，搞花边新闻，花边新闻，搞到咧个屎咧顶入口，哇，仲要投你添，投歌度咧反而投你仲劲喎，系咪啊？系啊，哎呀，但系咁我已经揾到一首歌代表你，知唔知啊？唔系话，系啊，你系知啊，大家心照阿光仔啊，心照不宣，合情合理啊，阿呢吉地真系，嗱咁。昨天其實有件事，有些朋友很幫人運電梯，即是在那裡運了40個小時，但是就沒有人救他，但是4個小時之後才救他出來，但是在過程當中他自己就覺得體化了人生，就是這樣，各方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是體化了整件事，就是這樣，那我挺得意，那說了之後填了，那我們聽聽，昨天阿芝就代你填的，應該多謝阿芝先，多謝阿芝先，謝謝，好，聽聽了，好像很吵，聽聽吧，有時有些事是你就你不是你就不是你，冇人相识交叉剔过歌，歌曲名字叫做《体化》，吓到脚跛，佢混捏生命危，科技出光辉，混石油中花币，抄我抄唔到，看间阿伯冇嘢做，扫扫扫到咪，两日放三次，乜嘢都系咁，一切从零票开始。希望大家下次真系要投我啦，阿 Jam 睇下点。好，跟住咧到我嗰首啦，就系琴日填嗰首啦，听听我吓。
大家好，我是国语类动物本妮，今天早上为你唱一首歌。乌鱼问苍天，苍海与桑田，狮子和蛇是鹅肝都发丁，滚滚的大雨和石头升天，看世事如烟，左前望大仙。查查呢首歌咧就唔系国语版嘅，不过咧佢系即系国语类动物啦，佢冇办法有广东版啊嘛，系啊，冇办法广东版就系咁，两首歌就系咁样。咁我哋今日喂。好小事啊，快快脆脆啦！嗱，就系讲呢个豪宅漏水啊嘛，引致抑郁症系啦。咁点会咧？妇女咧危坐窗边系咁，结果冇事系嘛？冇事，冇错冇错。痊愈翻又希望佢咧就解除呢个忧郁症。因为管理处啲人上嚟道歉啊嘛，系嘛？三次啊，即刻对住啊，对住正咁啊。咁你楼价会又跌咗少少咧？唔会，反而升咗啊！跌咗嘅地方，一定要睇下嗰个复式正嘢系嘛？系啊。好，电话号码咧1872903打嚟做咩咧？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啦，系嘛？我哋有空啊嘛。好，我而家听歌先，快啲填啊！开始，嗱，剩翻嘅时间冇几多啫，去到第几句咧？第一句半，第一句半啦，系嘛？仲一两句半，好啊，好啊，你空有成竹咁、啊，千祈冇咁讲，千祈冇咁讲，听人讲故事好冇？好啊。自己講啲自己嘢出嚟咧，自己叫人買早餐，錄咗做個鬧翻人，真係好唔係幾好。好入戲，戲即係可以話老氣骨、啊，老氣骨你啲，呢啲真係早一輩啊，即係長輩嗰啲啦，即係前輩啊，前輩級啊，前輩級嘅老。劍王你好，早晨，hello。系准备好未啊？你未啊？仲未？两句，大佬咁快你答十一啦！头先文姐拍一拍膊头，喂，得啦，咁另一另文姐帮你填好啦，已经系啊，哇！剩嗰啲时间，文姐你又话得嘅，咁点先好？咁点啊？嗱，我哋一阵间啦，好啊，又得啫，我讲得两句，一两句啫咩？系啊，歇多阵先啦，整多只歌嚟叹下先啦。好啊，你叹啊，哇！你好似呢度好似奶茶咖啡咁啊，整你唔使点整龙烧麦啊，整龙烧麦嚟叹下咁样，嗱，几重要啊？快啲！今日呢个事件叫做咧，古人忧郁危坐事件啊，豪宅漏水啊，哦，豪宅漏水，咦，你个题目泄露咗出嚟添，唔系啊，真系邪啊，啱啱又话咧要拖一拖，跟住而家好急啊，要咳歌添啊。好啦，嚟啦喂，得未啊你？得啦，系啱啱好啊，时间系准时答十一，我就一定谂到晒啦。剩翻一分五秒啊，系嚟啦，开始啊，边个唱先？你唱先啦，梗系我赢咗，因为系啊，好预备，好似唔系咁样，预备，预备好未啊？你咁得我好高兴啊！好嚟啦，预备一二三，嚟咩歌名啊？嗰个名叫做水，单字一个水，水的个性啦，不如即系女人都系水嘛，系咪先？嚟啦，嚟啦。富贵靓大屋，凉爽不会过。有个靓妈妈，怒气兼唔化。看到处流水，淌下了眼泪。咪咁细路女，整翻咪冇事哦。时间赶啊，因为冇乜表情啊。你拉低我咁样嘅第二句，拉错咗。Sorry 啊，今次咧我呢一首咧，我采用一个新嘅态度去写呢啲歌，我觉得精神化，精神化，即系个感觉嚟嘅，大家记住吓。即系你记住佢系忧郁啦，忧郁。OK， 忧郁好混乱啊，个人系。听听我呢个版本啊，歌名叫做冇歌名，冇歌名，整啲啊，系。买菜买埋鸡，当见鬼食泥。你吃我唔威，明太失唔制。细雨只唔低，美丽香一季。咪贵矮人妻，唔制好唔贵。但你好奇怪，个歌词想讲咩呢？主要捉佢嘅神髓，我知道。真系好话嚟啊！但其实系一条签嚟噶，其实一条签。喺我头先求，即系其实冇事。因为我查咗翻化险为夷，我知啊，我求搵呢条签嘅人，佢咧就喺黄帝先查到呢条签，系上下签。上上中下先嘛，咁就话佢总之平安大家冇事嘅，大过难过嘅。咁所以咧，我今日咧用一个新方法嚟填一字，希望大家即系如果系唔好抱旧思想嚟，即系睇呢。如果系摩登嘅，或者而家唔系落后，或者嗰啲手扣咧，一定会投你。开始投票，快快脆脆。好，预备。或者你有冇帮我揿入去好嘛？系你企度睇望暗。朝朝要眼金，朝朝金朝。喂，你投边个票咧？我啊。系。阿 Jam 俾你咁继续摩登人啊呢啲，喂，系你投边个票？阿 Jam， 哎呀，二比零啊，摩登人，朝朝要眼今朝，你投边个票咧？林海峰，林海峰，哎呀，三比零，朝朝要眼今朝，你投边个票咧？喂，投 Eric 一票，系多谢你三比一，朝朝要眼今朝，你投边个票？追啊追啊，梗系 Eric 啦，梗系 Eric 三比二，朝朝要眼今朝，你投边个票咧？咁啊咁啊咁啊，喂喂，系 Eric， Eric， 哎，三比三，朝朝要眼今朝，你投边个一票咧？
Eric， 系多谢你四比三，朝朝远行今朝，朝朝远行今朝，阿 Jan， 阿 Jan 四比四，朝朝远行今朝，冇啊，冇啊，边个一票啊？冇票啊，而家飞多一票，拉晒爆晒电话系，快啲啊嗱，打一下啦，时间最后一个。通常都系你，通常都系你，唔好搞搞啊！朝朝人今朝，你投边个一票？梗系阿 Ray。哎呀，死死几惊！我啲人唔够新潮咯，好多人咧接受唔到新嘢，我知道系嘛，唔紧要嘅呢啲啊。行，上嘅十点正，睇见嗰啲人投票，不禁慨叹一句。但系当我望到啲早餐嘅时候，我就好高兴啦。朝朝，阿里姆神你好嘛？早晨，系早晨，哇，有叉烧包，人肉叉烧包啊！今日仲有乜嘢啊？哇，人肉天妇罗，哇，今日早搞乜嘢啊？今日好嘢啊，成日酒楼咁样啊！好彩直播室喜气洋洋，一班同事可以话咧相处融合，恰到好处，大家红豆豆成班兄弟咁嘅咧，拍晒膊头，呼，实在感人嘅场面。阿伦哥呢唔喺度做嘢呢，突然之间走过嚟食咗个锅贴先，唔系讲死啊吓，喂饱我肚先啊嘛，系嘛，因为边有力啊，系嘛。而文仔唯一一个呢最努力嗰一个，而家喺度执广告嘅。我哋都见到呢，就系前时界嘅新贵何 Lily 呢，好嘢，犀利啊！文风儿子一快出咗入嚟，整翻早餐先。我相信咧，何 Lily 咧系近期应该储紧钱买衫啊，系嘛？所以朝头早早餐尽量咧加啦，系嘛？哦，原来咁啊，即系悭翻一笔咁样啦，应该悭到嘅应该系。恭喜晒何 Lily 喺呢度咧，祝你新婚愉快先啊！喺呢度呼吁咧，本台嘅所有同事啊，我咧就系经济咧有出现咧就拮据嘅问题啦。放落嚟咧，二台直播室，哇！呢度大把早餐公数啊嘛，系嘛？呢啲啊，先到，呢度应该系五分钟之内会到。好啊，好啊，陈少奇会嚟先。冇错，今日我哋咧就系大概咧买咗二三千蚊嘅早餐啦。不妨咧，公关部同事啊，成班上晒嚟啊，系咪应该咁样啊？喂，系嘛？当然啦，系嘛？即系 Caris 嗰啲啊，阿郑阿妈最衰走咗，真系。系，好，唞一唞啫，唞一唞，唞一唞，好啊！呼吁其他同事上嚟，一齐同我哋食早餐。今日我哋庆祝啲咩事啊？远眼今朝播出4600小时啦！啊，讲到边啊？快通知之前，你带俾你嘅天气报告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中，系初时短暂时间有阳光，都会有零散嘅骤雨啊，吹嘅和缓东南风，就系咁样嘅。去日本啊！Venez d'entendre comme à la radio de Ready Bed FM. Mauvaise nouvelle pour la météo de ce week-end. Eh oui, le ciel continue de pleurer ce soir, et ce jusqu'à la fin de ce week-end sur la région de Tokyo. Ne vous inquiétez pas, restez à l'écoute de Ready Bed FM.喺度呼吁咧，准备好打电话咧，1872903事关咧，我哋游戏又会开始啊，同阿郭富城一齐唱嘅歌品咧，佢首歌就咧，究竟边句系佢唱嘅？而家天文台录得室外温度系摄氏28度，至于相对嘅湿度系88%。好啦，到底啦，500万去到边度啦？咩到你车啊？就快烂嘅，因为啲公司车咧，系维修方面都麻麻地，不过几好啊，反而咧有啲队友啊，唔系嗰啲叫咩同事啊，可以话上车咧倾下偈。点称呼你先？姓陈啦。阿陈生，你好，揸呢个叫做联合啊，几多位啊？4号啊。4号啊，真系啊！哇，雷鸟4号一样啊，好厉害，太空部队。咁你咧揸车咧啊，系咪揸得似自己有先？系啊。系啊，嗱，真系喺职业司机咧，冚唪都好捧场。点解你咁捧场？你觉得佢咩好先？好灵啊嘛。好灵啊，正如你一样啊，啊，唔大食啊嘛。唔大食。啊，好灵又唔大食。襟挨话合饭都系咧挨得啲啲人啊嘛，咁你揸车揸几耐？10年到啦，十年到噶啦，喂，咁揸咁耐车咧，十年咗嘅呢个光景咧，有冇试过俾人抄牌嗰次？哎，真系难忘的一次啦，刻骨铭心啊，可以话系家仇国恨啊！抄你咩先嗰次？搬嘢上去俾人锁住架车咯。吓，唔系嘅话，差人唔会带锁出街噶，你带边度先？屋村啊。屋村唔怪之得啦，即系而家啲屋村好兴噶喎，一拍就拍住个碌咧，又要去行去嗰个办事处嗰度咧，俾钱啊，先至开锁噶啦。系啊系啊。系啦，咁上次咧。
尴尬啦、丑怪啦、失礼街坊啦，下次仲知唔知啊？嗱，即系如果你话半夜咧，都要留翻一啲兄弟上去搬，你啊看住架车知唔知啊？系啊系啊。第二日知错啦，唔好乱咁拍车，知唔知？知。知系啦，乱咁拍车俾人咩噶嘛？啊，你讲有大家一次，俾翻一次机会你啊嘛，重新做人，打包邮方送俾你啊！好啊，多谢多谢。系啊，诶，咁记住以后咧就唔好乱咁拍车，唔使望啦。呢、這个系送埋俾你嘅 Ray-Ban 雷文太阳眼镜咧，醒你揸车，记住戴翻对眼啊，知唔知啊？系啊系啊，大眼揸车。系啊，大眼揸车，唔该晒你。好，多谢。好。早晨时间10:12，冇错啊，即系离开呢个十点半咧，仲有呢个3:03啊，3:03多啲。系咁，阿 Mo Sir 翻嚟啦，系嘛？饱唔饱啊？大家？几好啊！真系好辛苦啊！真系买呢个早餐系嘛？系啊，呢个呢个啊，呢个今日呢一个咧，区域问题俾人污蔑啊，大佬点解？一去到话我咸湿，睇你个样似啊嘛？系啊，嗰个阿思啊。你摸啊！你摸啊！真唔系我少少啊！你推人哋大髀啦！嗰个阿师咧，系佢唯一一个话我咸湿啫嘛。嗯，但系佢自己咧，佢系咪暗恋你啊？即系我要大家品明道理呢啊！通常都系中意阿尼摩萨，即系都唔押韵嘅。唔使押韵系事实嚟噶嘛？唔系，因为点解咧？佢嗰度咧，佢去到嗰度，唯一系佢一个做得真系。比较开放少少，唔系话佢嗰啲 T 恤咧，开放式冇袖，系净系开放，即系落到去下低嗰只落地大玻璃 ，open kitchen， 佢嗰张咩啊？佢叫做英国旗咧，即系人哋平时就喺即系呢附近，你嘅知认佢嘅，佢嗰支，但系咧就。佢系落到土池嗰度，嗯，哦，惹咗件衫，吓，咁你可想而知佢嗰个 Let's Dance 嗰啲咧，真系奇嘅，真系，真系，咁我觉得佢好唔啱啊，无端话我系，系咪真系露前露腰先？佢露上，即系你先任何人见到佢都会俾佢误会成为咸湿啊嘛，意思系嘛？我觉得系咯，但系你讲嘅时候都有啲眼神奇怪，好啦，冇咁多啦，我哋打电话出去玩游戏啦，嚟到玩游戏啦，朝朝软硬，今朝你叫咩名？阿杰啊，阿杰，杰哥你好，早晨，系，系点啊？吓点啊？点啊？咁咯，好唔好啊？几好啊？几好系嘛？唱歌啊，阵间要系啊，唔使唱，讲翻出嚟啫。其实都讲，如果唱到仲好咯，唱到最好啦，梗系啦。咁啊，今日我哋合唱团有边个咧？叶国星啦，周志康、马卓伦、谷夫成同埋潘以兰嘅。咁啊，有啲 tips 咯，知道顺序大概几时会听听。树高对叶，你杰哥仔嚟啦。记住听咗一间郭富城唱边句咧，你又唱翻出嚟，我一字不留咧。当然。天天高高冲起身，马亦有歌，总有最真感觉。高却高啦，永远以神唱透心。同同有活力乐韵，永远系高却高啦。仲有啊？永远系高却高啦。好，冇错，呢个就系潘以兰啦。到你啦，阿杰。哦。郭富城唱咗边句咧？投入热力乐运，永远系确击高啦。小心字眼上边喎。吓，投入，好似揸个字啊，揸个字好似系嘛？唔系，嗰个有个字会错咗。你慢慢再唱一次，阿杰唔该。投入热力乐运，永远系确击高啦。啊，揸个字。嗱，俾你拣啊！嗱，你错嘅范围咧就系头半段嘅。系啊，咁啊有几个俾你拣，分别系大力咧、活力咧同埋你嘅动力嘅。系啦，你拣咩力啊？动力。头嗱，试下唱动力先，你预备一、二、三，动力、热力、恶运，唔啱，系喎，系咪唔啱？啱唔啱？啱俾你再拣多次，可以学车咁啊！系啊 ，sorry， 扫个波牙，系再嚟一次，阿杰，头先有咩计你拣添啊？活力、动力、推动力，系啦，原动力，系你拣咩力咧？活力。活力系，你试下唱一次，一、二、三。活力热烈乐韵，永远系越唱越乱添，唱咗第七只歌出嚟，一成不变啊！第一个系投入先嘅吓，系投入二三。投入热力乐韵，永远系确击好啦。都系真。哎呀，人哋都话唔系热力咯，即系敏捷。投入活力。系啦，阿师傅啊，阿师傅，阿师傅，上身先啦。系。投入活力啊，预备一、二、三。投入活力乐韵，永远系确击好啦。好，咪好好多咯。系，仲有出嚟，恭喜你个和头走算数。系啦，得到呢个可可乐送俾你，纪念包一大个噶，恭喜晒喎，阿杰，活力定系动力啊？活力，好嘢。
好啦，唔該曬 Helen， 咁 Helen 終於明白到呢，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無需呢為其中一兩件事而放棄自己嘅。咁稿呢就咁寫嘅，正所謂呢，唔好為一個鈴鈴而放棄整個冰冰啊，係咪？好啦，咁你哋呢，若果有試過呢類似呢，就係好似 Helen 嘅經驗咁樣呢，即係喺呢個生活當中睇到一啲人生嘅真正意義呢，即可以寫上嚟呢廣播到3號或者呢 Fax 338-1241 俾我哋呢，我哋將會讀出嚟，就好似頭先嗰位朋友咁。唔該曬頭先嘅 Helen 喎。红十字会委托本台宣布咧，在前往该会捐血嘅人士咧，系498人流动捐血车咧，由上昼嘅11:30咧，至到下昼嘅5:30咧，停摆喺沙田大会堂石级侧边大埔区广福道69号嘅的士站后面咧，同埋呢个湾仔合和中心嘅，正在咧踊跃前往捐血，系啊，希望咧超过500个以上，好啦。唱歌系 Vivian， 歌名叫做《只等这一季》啊，准备好未啊？是不是換季那個季還是減價季啊？我覺得是，即是買衣服的朋友特別留意這首歌，只等這一季。怎樣準備好了？夏天的種田手是準備好了，準備好了，已經見到啊。啊，哇，好深奧，當然啦，你看到這些分子啊，都有排你問啊。好，準備好了，來了吧。咦，有人講嘢剛才。對啊，光仔嘛，找電話來904-90嘛。好，來了吧。哎呀，即刻嚟啦，突然间转咗嚟啦，准备好咧，我揿啊电话嚟先，睇下咧。904-90喂，早晨，朝朝，系，眼镜今朝你系边个？喂，阿豪。阿豪啊？系。阿豪系女仔嚟噶？男仔啊。男仔啊，把声几女性化喎。阿豪系咪好细个嘅咧？唔系喎。你系咪喺重庆大厦度戴假牙嗰个？阿豪，好，你系咩部队噶？阿 Jane 部队哦，好，多谢你先啊，希望你今日赢啊，就咁样啦 ，mark 低先，阿豪，阿豪得，咁准备好未啊？嚟得噶啦，首先咧就啱你啊 ，fashion 常识题啊，预备，开始，二三开始，摩登邓摩，吊带裤，带裤吊，好好啊，带裤吊，我觉得唔系住，吊裤带变咗系，阿豪咧最紧要快，我觉得好快坐啊嘛，意思啊，唔系最紧要就系好肯定啊，系带裤吊，即系唔会系带裤咁啫，咁就好定唔好先？好嘅系一分先，阿豪啊，唔使惊，下次有机会再嚟过，唔使紧张，呢紧张咗少少啫，只马有啲问题，好唔该第二位啊，脱脚跳出905啦，905部队，喂嘅喂，你叫咩名？又系芭比，芭比。琴日好似打电话嚟系咪？嗯，再度啊，嚟啦 ，Bobby 预备啊嘛，希望你可以咳掉。Yo，OK，Yo，Yo， 嚟啦，开始。今次系文具题，开始嚟到吓，擦胶，胶擦，铅笔跑，跑不完，好嘢喎，纸笔墨显，纸笔墨显，二，显墨笔笔，得唔得？坚强啦，坚强啦，系 ，welcome 啦，第四个嚟，长形大间尺，长形一，尺间大形长，好嘢 ，last 一个啊，定系呢一个叫做，咁快 last 啦，有，搞错啊，你俾我好紧张啊，系啊，尖笔尖笔甩，甩。尖，好，拜拜，哎呀，嗱，去到四嘢系咪啊？其实嗰第三个系问啲噶，系啦，保留呢个票数先咯，好，有权上诉 ，objection 啊，啊，你自己错咗话唔好搞错咯，你错咗，即系几多个，即系佢，即系去咗四个，四个啦，暂时系，睇个形势啦，即系如果唔好形势，咪即系 cut 佢咯，唔系好形势啊嘛。啊，好型晒！好，唔该晒 ，Bobby， 拜拜。你揾阿 Ken 啦，拜拜。即系坐而叫死啦，呢个人就系啊。今日咧起翻咧就系我边啊，你个名阿欣。阿欣你好啊，希望你攞多啲啊，我哋而家输三票，你起码要有四票先得。好嘛，阿欣，阿欣努力咁嚟噶噃。最深奥嘅问题嚟啦，阿欣。吓佢先得噶，劳工常识题啊，你听到未？惊啦，阿欣。阿欣，开始啦噃，唔使惊啊。开始，揼石，石揼，开通宵，宵通开，七日大假。七日大假，一假日大七，好，假日大七，有两票嘅，假日大七掉出嚟，都系七大日假啦，变咗咁样啦，又错啦，得两票，哎呀，今日输咁样，咁就算阿 Bibi 啊 ，Bobby，Bobby 咧 ，Bobby 系两票咧，都赢啦，而家，我而家几票啊？你而家我哋而家都三票咋，好啊，咁我哋咧，但你好啫嘛，我得你。间谍嚟嘅呢个，坐以望四。阿欣你系咪间谍？梗系唔系，一定系啦。好，我哋听下905部队先。喂喂，你叫咩名 ？Angel，Angel 嘛，你唔使答咪最好咯，我觉得。如果 Angel， 都傻啦。问个纪录佢，暂时最高纪录系几多先？听众方面，五个啊，五个啊。Angel， 你有机会嘅，我觉得。好啊，童话题啊呢个，童话题你哋开始。王子，子王，睡公主，主公睡，
屈得无婆，婆无得屈，木偶奇遇记，记遇奇木。奇偶木，哎呀，窒咗一下咋，都好啊，都好啊，三下啊，呢紧张嗰啲啫，嗱，三个，七对，暂时七对三啊，暂时七对三 ，U O K， U O K， 点衰啊？咁唔系，咁我到噶啦，我扣翻两个先，我扣翻两个，咁即系变咗五对三啫，咁都合理啲。头先嗰个因为窒咗口嘛，都系啱嘅。即是阿芭比嗰个呢算是两个啫。即总之而家五对三啊。五对三啦，唔好理咁多。多谢晒你先啊，咁就到我同你啦。係。边个问边个先啦咁先。我问你先应该係。OK， 要俾你啦。犀利啊。咦做咩你拉得好嘅。准备咩呀冇嘢你点解。我弃权咪想话。嗱如果你再唔出真係弃权㗎啦。唔好搞住係车辆常识题啊。车辆常识题。係咪好深呢你最弱嗰个快我讲嗰个快。我运功先。好你得。嗯，舒服啊。OK， 善太太善，打蓝磨磨蓝打，互应或行，行应或互。好，哎呀，嗱，我捉到个窍门就系咩咧？用你一啲咧唔系好识嘅枪声，好容易咧捞乱。互应或行，互应或行系金英二嘅绝招嘛？哎、哇，无敌赛车手啊，大佬，两、哦、粒，有暂时两粒咧。输啊输啊，今日。冇冇冇，可能我负咧。除非你付啦，我付讲错扣分咁啦。嗱呢一个咧，我觉得系特别为你而设嘅，我希望你全部答晒，全部答晒好噶。系点解咧？光仔你都要听住先咋，听住啦。有啲鬼话啊！特别为你而设嘅郭文辉，听住啦，开始迟到、到迟、唔翻工、工翻、严重失职、职失重业，仲有人投票。表头人有用，简直天都冇眼，眼冇刀天直眼。啊，我讲啲答晒好嘢。哎呀，你咁睇小我咋？恭喜晒！应该仲有啲噶。我目的真严重，罚罚嗰啲咧炒油嘅。我目的达到咗啦嘛。O K， 恭喜你为你赢。咁今日咧，即系话咧，就系 Eric 嗰边咧赢咗啊，赢咗背脊骨硬住啊。杨秀文女士同埋 Angel 女士两位朋友咧就赢咗，咁你得到奖品啦。今日送咩奖品出去咧？你计嗰日咧有一个女子得到呢个Fast 机嘅纸之后咧，今日我哋会送七彩万字钳一盒嘅各人，好正喎，好正啊，文具用品啊嘛，拜拜，好嘢喎，咁啊齐天啊，简直系几好啊，大胜啊！呢个时间咧就10:36啊，咁啊电话里面有一台已经准备好啦，朝朝软硬咁知道你叫咩名？我叫 Yan， 阿 Yan 系咪啊？准备好啦，要听下 Lana 咧喺个 Energy Shop 里面咧同人倾偈，咁啊留意佢嘅对白好冇？好啊，嚟到吧 Yan。好啦，而家朝朝硬今朝咧跳跳集活力站，我 Lana 继续站喺度咧，就揾到四眼哥哥仔，你叫咩名？阿成啊，阿成啊，成成啊，轮到你提示下，今次咧你想介绍啲乜嘢有活力嘅运动啊，或者活动咁咧？我觉得啊，嗰样活动咧就要着波鞋嘅，最好白色底啦。跟住就要对住布墙嚟打嘅，嗰样系球类运动嚟嘅，要运喺一个玻璃室里面嘅。哦，仲系好简单喎、啊。哇我想讲啊 ,Lana 今日即係动力高咗好多我快完得咁紧要。今日第一晚呢就係电话里面嗰个叫咩名先。喂喂。係阿 Yan 啊。係啊。听唔听到啊头先。听到。係咪好有活力啊你觉得 Lana? 嗯係啊。係嘅佢话都。好啊咁啊答案系咩呢打壁球。打壁球啊嗱你只要一个打字落去咋我冇叫你加落去㗎。点呢是啊是啊打壁球嘛是吧是 ,ok, 我想听下答案其实文仔那个卡呢是一个答案里面的咁、啊、样我哋听下先啊。好啦啦醒醒呢个玻璃摔运动是乜嘢呢到底咪就是壁球囉。好嘢。就是壁球囉你是不是平时打开壁球㗎假系。但你咁瘦嘅点打啊就要练大隻啲嘛。哦咁你实在打得太少啦因为你都唔大隻。咁但是呢我都代表 Energy Shop 想送返呢200元嘅礼券俾你。希望你呢打到波之余啦亦都买到先啦好冇。多謝。果然犀利啊 ,Lana 呢有活力啊但呢有少插咪希望听日继续改落去啦。咁啊阿 Yan 啊。搞掂啊！咁送俾你咧400元嘅礼券啊 ，Energy 嘅礼券好冇？好 ，OK， 多谢，拜拜。演儿童不宜，准备好未？准备好啊，嚟啦噃吓！准备好啊，嚟啊！留意地铁丽景至到葵芳一段嘅架空电缆，因为故障嘅关系，而家荃湾线部分列车服务由10:15至到11:15暂停，以进行抢修工程。另外，中环至美孚、丽景至到中环同埋荃湾来回去葵兴各段嘅服务维持1分钟一班。我要。
最多会肯对所有空虚通通博信，你若是抱我亲我知觉加密加密加密将会很有趣，一天都难每天一天都当兵都不可将爱方假面恶事，若是你要温暖请你不知怕都打定，你完全要跟你今晚真正热情热烈别放得可跟我点我生气不知分寸，你若是放弃灰暗要谷到黑暗就分落落乱至少开始不见我佢嘅電話號碼咧就1872903去到906啊，全線咧就開放嘅。冇錯，呢個係第一首歌曲叫做我要啊，我要我要投票添啊！11點前剩翻17分鐘多 ，A 咁多嘅啫，仲有三首歌，今朝有邊個醒咧？我要第一首就是我要，再来再次，我要我要我要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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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我要你我要你。究竟今天呢你会不会连中三元呢？好紧张呢，你要今次真的叫做。不過話俾你聽啦，有個圈中朋友咧話咧，朝朝早咧佢可以估到邊一隻一定贏啊，係咩？係啊，咁犀利，同埋可以估到咧呢、這個啊一定贏咧，佢係有九成機會一定中。咦？咦？如估到你揀咩歌，我揀咩歌咧，咁犀利，七成一定中，四眼女子一個。究竟嗰位女士系边个咧？暂时唔好讲你先。喺屯门嘅神医啊，治百病医咁夸张。打你嗰个咧，咩声？好彩就系神医四眼妹姐姐。十一点前仲有三个字。我哋世上同行万里，就似兄弟，快乐同游共戏，又似好友。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不分，那彼此我哋。是同船共济，做个兄弟，冇问题挨义气，做个好友，确系无谓去分，你我他交个好知己，就当系进入了 YMCA， 就当系我哋嚟 YMCA， 说话冇乜忌，笑就笑到甩地。最快乐好欢喜，要当系进入YMCA，要当系个个都达YMCA。有事冇话退避，有难我哋担起，百难当前去，一声一气。我哋世上相依相知，变了老友，应份不分彼此，次次在记住。我哋有爱有义，你我。咁点算死党？点算好知己？你是我哋情同手足兄弟，够义气，真正好知己。就似系进入了 YMCA， 就似系我哋嚟 YMCA。说话冇乜忌，笑就笑到碌地，唱着快乐好欢喜。要当系进入小湖吧 ，MCA。有事冇话退避，有难我哋担起，拍硬当全部多些个气。
完全系唔知边度讲嘢好啊，真系直抌到尾啊嘛，由得佢啦，继续抌啊。绝对好友，冇话成日去分你我他，笨笨那岂是我哋？唔得啦，要讲我觉得嗰个女子咧就话，即系话可以估到咧，你讲估到咩？佢话估到咧吓。边首歌赢啦？边一首歌脱颖而出？边首歌系你拣？边首歌系我拣都估到七成，七成犀利啊！系啊，帮你睇风水啊！唔系，摆支金针喺头顶嗰啲，梗唔系啦。究竟咧今朝早边个拣边只未知住啊？暂时第一首叫做《我要叶得闲》嘅，第二首呢个林子祥系 YMCA 系咪啊 ？YMCA 好知己嘅，好知己添，好长个名会唔会令佢咧即系难咗投票方面？会啊，会啊。特别电话号码18729036906，咁啊，接票时间就去到58分，家阵听紧第二首叫做 YMC 好知己。好啦，拆咗啦 YMC， 听第二首，跟住嚟第三首系嘛？系啊，嚟啦吧？咦，咁迟嘅你？哇，唔好讲笑，即刻落尖东啦要。哇，今朝早咧啲。知道啊，大家都好近照啊，真系，大家都系搞跳舞嗰课，啱跳 YMC 跳呢、這个，正你咧？莫非真系天气影响个人嘅 feel？ 系啊，今日好天啊，可以落尖东一带咧，整个 head spin 嚟睇下。好嚟啦！Hitman 电工 clap 冇事啊！摇动双手，火花电流，滑滑点啊，好正啊！头在转动，能量不断穿梭宇宙，人在左右，全为他的舞姿逗留。整个大网仔睇下个好犀利，好滑嚟噶，哇好劲啊！哇好犀利啊！哇，光仔就 head spin 啊，好劲啊！转啊转啊转啊！喂，唔好讲笑，不如大家出广播度摆龙啊，今晚都。系，令我青春活力再现添。但好奇怪，呢首歌咧，麦建文一路都未试过跳 break dance 喎，系嘛？即系除咗咧喐手之外咧，扮系有，扮系，但系咧未试过 head spin， 我觉得佢应该 head spin 咧。喂，顶笼都系做呢个啫嘛。系，好。如果大家睇唔到嘅话咧，尽快落开电视。系啦，你现场直播。有线啊嘛，将个管线咧插喺你嗰个喇叭口度，喇叭口有驳驳落下呢个管理处，你就会睇到噶啦。系啦。能令身心变出宇宙，一见他，我心不禁快乐透，碰到他，做低温变乐透，跟着去，跟着古怪节奏，仿似插仔的跳。忍唔住啊！我覺得你應該搞個霹靂舞大賽，係咪先？嗱，你唔好搞，唔好講嗰啲嘢啦，我一苦練啊！我真係，我覺得你會害好多人啊！我想點解啊？嗰啲咧，以前十幾歲跳嗰啲，而家老咗年紀，氣喘嘅真係，跳咗兩次之後，點解無復當年咁啊嘛？動作 break dance 嗱，真係要轉咁樣，真係搞啊！嗱，嗱好，即係除咗如果話我連贏三次，一個禮拜裡面全部都係我贏咧，就搞露營啊！呢個。即係啲女仔唔肯去，所以唔搞啦。我覺得應該搞霹靂舞比賽，霹靂舞喺個暑假。睇下先，而家幾號先？我講咗7月27，8月15號。冇，7月27啊。係，21號搞7月21。係，sorry， 搞咗咯。但係一樣係咁啊，好嘛？好啊，或者話大賽啊嘛，霹靂舞比賽啊嘛。唔好啊，點解唔好啫？好悶。點悶啊，大佬？好悶咩？佢哋冇勁喎，嚟啊！等我嚟俾你睇下，好正，好啲電流你睇下啦，嚟啊！
剛才那首呢就是屬於第三首的作品，麥建文的《電光霹靂武士》，記住啦，歌名《電光霹靂武士》。霹靂武士的有沒有事先不理你。這個是屬於第四首，敢愛怎樣啊？敢愛做啦，敢做啊！經有兩個林子祥，今朝會拉低了票數。變焦急的我，餐廳幽默的你，隔片沙玻璃，兩眼帶些傷悲。交通燈變的我，奔跑心愛的你，連呼吸聲確已加速到死。冷雨撲向我，點點不悲，似的高温波濤由你涌起。個個說我太狂，笑我不羈，燈吹燭火，剩下獨是我跟悲。佢未問阿光 Sir 喎、啊，光 Sir 啊，光 Sir 都係電光霹靂武士啊。咦，哎呀，唔知點解林子祥嘅歌咧永遠咧大啲咧，就係、是、男人咧嘅味道喺度。好 man 嗰只。即係一啲咧，即係未有男人味嘅人咧，需要呢啲啦。On the way 轉緊聲嗰啲啦。On the way 咧，好需要呢啲咁嘅嘢去調劑自己，令到自己中和啊，中和翻自己咩？陰陽調和啊嘛，呢啲又嚟啦。我哋慢慢咧重複多一次嘅歌名。第一首我要，第二首 YMCA 好知己，第三首電光霹靂武士，第四。四首敢爱敢做，冇错就系、是、四首歌嘅。咁啊，接票时间咧57分，光仔咧唔听电话，57分啊，58啦，好嘛，58啦，起得好唔好？喺个理智。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咧就差唔多啦，好卡拉，我觉得又好似琴日咁样，又尴尬啦，好尴尬。系啊，呢个位实系嘅，呢个位实系咁样噶，因为 out of control 呢个系啊，呢个 out of control 啫。你讲得好啊，有个 term 喺度咧，好似有啲事咁样。英语一分钟，好啦，咁点咧？咁点啊？而家好奇怪，自从有咗内部订购之后咧，影响票数啊，系真系啊。今日会唔会有好似寻日咁啊？三胞胎咧？会，寻日三胞胎你知唔知？系啊，知啊，好厉害啊！14票啊嘛，最尾临尾啊，真系咧，真理必胜啊！真理必勝，你再講呢句說話，講得你更加合情合理嘅嘢，真係你合情合理嘅，合情合理，我冇罪，人不到精神仍在嗰只，係啊，好嘢，我喺屋企幾辛苦，知唔知啊？我知，發工，你唔係喺咩咩浸心醫院啊嘛？浸心醫院，我抽到風係咁，唔係話，又喺度誤傳聖旨啊？唔係誤傳喎，十一點前好多人寫信嚟話你個後庭嗰啲，見到我，見到目睹啊，就係兩分零鐘啦，喂，點？我依家过去搞一搞票数先啦，你倾住先啦。嗱，咁啊，今朝早点倾啊，大佬？倾住先，话拉低个咩啫？放松先。色魔集团我，喂，唔好嘈住先啊！喂，好多人冇赢过啊！咦？你喺度噶？原来我等咗你成朝都，我一个窿就捐翻出嚟。你睇咗啊？哎呀，好啦，咁啊，林海峰已经攞到我哋票数啦。噔噔噔噔，笑咩咩咁样我求家伙你，唉，真系，又喺度搞啲假气氛出嚟，我要赢，我话电光霹靂武士可能系真系，系嘛？我觉得会系啦，睇你个睇个容貌啊，胸有成竹咧，少女藏刀咧，嗰啲好惊啊，少女俊男藏刀都，哇，俊男之外仲有咩？剩翻几多？一分几多啊？一一二啊，一一二系嘛？哦，咁样啦，嗱，我公布四首歌先啦。第一首咧就我要 Adi Mosa 拣嘅，第二首咧就 YMCA 阿芝拣嘅，咁电光霹靂武士我拣嘅 ，Eric 就拣咗敢爱敢做。拣我 Eric 啊？系。你骨味啊，大佬，咁情流露啊！系我 Eric 啊，阿郭生，系点啊？系就喂，玩部天使啊你啊！咁叫你好啲啊，大佬。咁样，我讲啊，一样嘢讲晒，系一样嘢讲晒，唔好讲多啊。系真系谂都唔使谂啊，真系咩啫？剩翻好少嘅，快啲啊！总之大家谂都唔使谂啦，谂乜谂唔到？即系点啫？谂乜？你估唔到噶，冇你估啊 ！YMCA 好知己，估都估唔到。你系投咗第五首啊？打和，我唔信。你哋继续。敢爱敢做，我赢。唔系，未。我赢。今日票数我打算咧系唔公布，事关咧我得4票。天硬今朝再会，各位观众，系咪好想知个答案咧？我连中三赢，我话我师奶嘅先。睇唔到大家，呢个指标连中三赢啦，我都这个话。24票恭喜你啊 ！Thank you，Thank you。早上嘅11点正，拜拜。